为什么你变瘦那么多？其实我不知道啊。所以就自然的。对啊。胖的时候是胖的时候，嗯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应该说是用了之后才开始变瘦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应该没有关系吧？还是说可能没有没有？还是说应该说是本来没有用的话，比较喜欢待在家里啊？应该我只能这样解释啊，就是不太想出去这样子，觉得见光死。对啊，啊用的时候就放假就一直往外面跑。对啊，应该是啦，因为我没有特意去节食还是什么的，对吧、啊？只要但是三五好友的时候，就会想出去这样子、啊。